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Please start your performance.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哟，大家好，我是齐军，欢迎回来收看我们新的一期《有劲游戏合集》。怎么样？没想到吧？时隔三个月，这个合集居然又尼玛的更新了！是的，这期我们将继续和某一位在伦敦的神秘友人继续开始我们的有劲合集，直到我们俩的感情彻底撕裂为止。怎么行？那么今天我们玩的这款游戏呢，叫做《Casual Lover》，是前阵子非常非常火的一款捉奸的游戏。在这款游戏里面有四个角色，有一个出轨的老婆，有一个被出轨的丈夫，有一个老王，还有一条狗。而玩家呢，可以选择你想要扮演的角色来演一出出轨大戏。我相信现在弹幕上肯定刷着一句话，那就是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的游戏开始吧。来，嘉宾介绍一下自己。我来了，我是莫离。莫离你好。你好。别来无恙啊，别来无恙。咱们俩之间可能有点咱们俩像是隔着，对对对，就那种就高频对话，高英文的那个视频主播说完了之后，两个人都面面相觑三秒钟，然后这边才有反应。然后这边刚开始说，没等说完，主播说哦，听到了听到了，我这边情况是。这游戏我相信你们也看过其他 UP 主来玩了，这游戏名字叫做 Catch a Lover， 专门这个 Lover 为什么颜色是紫色的？因为这游戏是抓小三，是的。在两个人的感情道路上破坏所有家庭所有幸福所有幸福的这个关键要素就是小三。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个作为正义的斗士就来抓小三。你之前有玩过这款游戏吗？没有。我们刚刚开了一个房，然后现在开始选择角色。房有点破，这房确实有点破，这里面连个床都没有，只有一张沙发。哎呀，我想到了一百种体位。You wanna do that？ 那丈夫、情人、妻子和狗。为什么情人是绿色的？这个游戏最多可以支持四个玩家同时来玩，但是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你想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狗。这个丈夫呢，就是和妻子啊，他们是一家子。然后突然间呢，就有一个情人啊，就捉奸现场。这个情人可能和丈夫在一起，然后妻子一回家，我靠，你们俩居然在一起了。那狗是干嘛的呀？这个可能是帮助这个妻子去抓这个情人。啊，那就是说妻子和狗是一伙的，然后情人和丈夫是一伙的。对。那么我来当这个情人好了，我来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角色。就是说躲猫猫吧，你来抓我对吧，你身为一只狗，你要来抓我这个小三啊。嗯，我这边怎么点不了开始游戏啊？难道说没有四个人不可能？哎，可以了啊。为什么你选择狗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能当狗呀？为什么你要当丈夫？我来，咱们来这样啊，假想一个人，就是咱们俩同时爱上一个人是吧，咱们俩要为这个人来横刀夺爱了。可以开始，非常完美。找到的衣服是什么意思啊？是我要把我这个脱掉的衣服捡起来吗？防止被你发现。哇，非常流畅，非常流畅，画面一般。这游戏没有 BGM。开门。我要告诉你怎么开门，你不就出来了吗？啊啊！哎，等，这个，不是我。哇！你怎么还可以打我呀？我靠！等一下，哎，这个我家狗，这不公平！这房间怎么绿的？你给我走开！是我的狗，你走开！我不是你的狗，我是来抢你的爱人的。这边有一张床，来嘛，哥们儿，走一炮 ！Oh no！ 这么牛逼啊！厕所里边，来呀！你敢进来，我就敢跟你。花落水流，春去无踪。就可以，就是能看到无间道。对对对对对，就是怎么演呢？是我来当小三，然后你来当老王，但是其实咱俩是一对儿，然后就是你俩把那个女主角给她 NTR， 对吧？你当情人，我可以当狗。情人和狗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互相帮助呀。你得找到啊！我明白了，身为一名小三，我要逃出这里，我要先找到衣服，然后找到遥控器逃出这里。嗯 ，easy， 这个就是遥控器，不过这个好像是电视遥控器。这边有条香蕉，有空气，我把香蕉吃了。你怎么老是来我家偷吃东西？因为体力消耗大呀，所以叫补一补。啊，原来
来是这样。哇，这个解释简直是满分，我天哪，我简直就是天才。哎，呜、哦，哎，我出来了，再见吧您呢。啊！怎么又恭喜我赢了？因为我跳楼摔死了。有一个路人，他一看我这名字一定觉得特别傻逼，他是选的是小三，哎呀。那我就来选妻子吧，那个好像不太对啊，这么牛逼！劲爆大象部落出现，这是个中文区玩家，他选择的是丈夫，我是妻子，那你只能选狗了，非常遗憾，永远只能当一条狗。我是妻子，我旁边站的是小三，我们俩现在刚刚滚完床单，床上还有个香蕉，我天了，什么鬼？我天，哦，这个小三简直不给力啊！那我身为妻子，我是不是应该跑呀？我只要跑就可以了。我到这个丈夫给我开门，因为狗不会开门啊。哎呀，那就好玩了，因为那个丈夫呢，和你得看能不能配合的好。然后这边我身为一位妻子，好像我什么也不用干，妻子需要阻止丈夫找到情人啊。我知道了，你说这家人这么有钱，底下还有一个藏酒阁，他为什么就是不满足呢？这就是所谓的欲求不满嘛。这个词我一直多年以来不懂什么意思，现在我懂了。来吧小狗，你在哪里？人的欲望也不是单面的呀，对吧？哦，地上有一滩尿，这是你尿的吗？哦哦，他把它给擦掉的，为什么？道德沦丧。有一条苹果，哦，我不能捡道具，但是丈夫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毕竟是他的妻子，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也不需要打你，对吧？对啊，我好听到狗的声音了。啊，丈夫，哎，丈夫，丈夫你好，你怎么打女人啊？我靠，报警报警啊！报警了，家暴了，家暴！我天，不是我，你怎么还在这看呢？天哪，你连一个，哎哎，我又起来了，我被丈夫给打晕了，我好气啊！小狗不要跑，我要抓住你，我能抓住你吗？你告诉我哪个键是攻击或者抓？抓不到我气啊！这个事情确实变得非常的奇怪了。那个丈夫肯定不理解为什么狗和妻子在一起，还不如跟小三在一起。嗯，所以丈夫马上就转头过来打狗，然后我就跟着丈夫一起打，好打得好，把这个视线给他转移，然后最后丈夫和狗在一起撕，我和小三顺利的逃脱现场，完美，我去执行我的计划了。小三看起来很机灵的呀。是的，一看就是专业小三，好吧，就不看就不像是那个夸人的方式，真是挺的。我在跟着那个丈夫。然后他在找小三，找不到，他们家好大，他们那是挺大，而且这个被滚过的床单还不止那一个，你知道吗？特别乱。对的，因为我和小三滚的那个床单上面有一条香蕉，然后刚才我去的那个床上面它没有香蕉。我看到你们滚床单的床。他又要打我，哎，他不打我了，哎，狗狗狗，哎，他怎么不管你？这个丈夫在干嘛呀？他为什么问我？你是来抓我还是我抓你啊？你干什么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别跑！在干嘛？因为我要和小三会合嘛，然后我不知道小三在哪，所以丈夫帮我找，所以我只要跟着丈夫找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和小三会合？因为我们俩要狼狈为奸逃跑呀，这不是这个游戏的目的吗？对吧？这个咱们都是这个经历过世面的人，应该懂得这种情况下该做出怎样错误的选择，就是和小三一起逃跑。哎哎，哦，这是丈夫。你看丈夫他都不打我，你看这怎么了？这咱仨是一伙的，你还没看明白吗？咱们仨在抓小三。比如说现在妻子出轨了，有个小三，那丈夫肯定上去就家暴呀，对吧？上去就要打，情人打不着，所以要打妻子。打妻子不就离婚了？要不然这个游戏妻子就很牛逼了，因为没有人敢打他。那不如把丈夫杀了吧，把丈夫杀了吧，把丈夫杀了吧。Let's do this， 就能在一起了。I'm in， Let's do this。 哎，情人，我看到情人了。他为什么要躲我？哦、oh, ，There you go！ 我跟你讲，他有手枪！我天哪，这么厉害！这回我跟你讲，他就是我的大腿了。我跟他走，他有枪。不管你去哪里，天涯海角，你就是我爸爸。来，我跟你走。可怜的丈夫，好像可以走了。耶耶，我们成功的狼狈为奸了。Yeah, we did it！ 这么厉害。那我现在还是妻子，我还要跟他玩。嗯，你还是狗。狗挺好的，没什么不好。我一直在跟着这个小三。这个小三很害怕哦、啊 oh, 跟他，哎，咱们仨在一起吧，因为是这样，你在哪里？你 gotta tell me where you are， 因为他不会对我做什么的，因为我毕竟是他爱过的人，对吧？毕竟是他睡过的人。嗯，哎，我看到小三了，你们俩在干嘛？哎哎，丈夫掉线了，我天啊，这可就不好办了。哦，我们三个人，天哪，一男一女一狗，我们三个人不如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嘞。你什么都不能干了，你认输吧。就不，你们在干什么？
来呀，亲爱的，我们来上床滚床单，让他一条狗在那看吧。来 ，Let's do this。哦，你是狗来的 ，I'm so sorry。要不然他有没有一个选项，就是说摁哪个键就两个人就可以现场来一炮呢？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吗？啊，我也蹦，来一起蹦 ，Let's get high。哎，你怎么又尿了？哎呀，你把他给绊倒！我来帮你擦尿好吗？为什么你的尿是绿色的？啊，这个香蕉，这个香蕉太牛逼了！卡死他，卡死他 ！Dog no， 哎，他掉线了。狗狗，咱们俩怎么办？只剩下咱俩了。你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你看我胸大不大？怎么不说话呢？我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不要跑！Don't run！ 之后去找一个新主人了。我把前任咬死了。是的。那我要把你咬死好了。Can you？ No， I can't。那、这个游戏好垃圾。去找衣服吧，你穿成这样肯定会被认为是在偷情。啊、我穿衣服啊？我穿成什么样？我这个角色难道没有衣服吗？原来这就是妻子的样子。这丈夫是傻缺吗？不关门的。Did you hear that？ Yeah。他怎么说家暴了 ？Oh my god！ Oh my fucking god！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Oh my fucking god！ 现在我和狗在一起了。哎，狗在咬我。对对对，狗不是你了，你已经是小三了。不对，咬他！我被丈夫给打死了。我好想插个麦克风啊 ！Fuck you！ 这不行啊，你赶紧跑吧。丈夫卡了，丈夫卡了。在那儿抓他，你这样，你这样。他是个小孩，我也觉得，对不对 ？Yes, a kid. 咬他 ，It's a 12 year old 小孩。他们要来抓我，哎，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咬他！这狗，我靠！这两个人爆炸了，怎么还爆炸了？你在干什么？咬他！我在喷他！哈哈哈哈！赢了 ！Fuck you！ 我输了。我是一只美丽的妻子，一只美丽的妻子。嗯，我这样多讲几句就可以把你的量词给拐坏，亲爱的。我要把胡椒喷雾喷到你的脸上，这么牛逼！不要跑！哎呀呀呀呀！啊！我靠！你不打他，你打我干什么？还是不是老公啊？分手吧！我操！有这样当丈夫的吗？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 你不打他，你打我干什么？僵局啊！哎，漂亮！村长，快跑！等一下，这个人是警察还是狗？这个人是警察还是狗？没有分清，我不太懂。哎呀，这个狗尿尿，哎呦，我去你大爷的！啊，我要给狗擦尿，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还没有人性？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怎么都不出来了？有种来打我呀！咦，有种来打我呀！真正的粉丝敢于用性命帮你哦，堵门 ，I got it。亲爱的丈夫，你在哪里？你不是敢打我吗？哎，我去你大爷的！还敢打我 ？What？ 我这个胡椒喷雾不好用啊 ！What？What？Fuck！ 我没法玩了，这游戏没法玩了。这手无缚鸡之力。不过我体力是无限的，你有种你把我打死，对吧？你有种你把我打死，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丈夫丑恶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他不要结婚，不要结婚，不要嫁给男人，去百合吧，都去百合吧。男人就这个德行。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我感觉我情感上受到了欺骗。为什么你和丈夫是一伙的？丈夫说，啊，我帮你打他，你快点跑。What？ 妈的，没法玩了，分手吧，王八蛋！你就敢这样对我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天哪，有种你进来呀，有种你进来呀！嘿嘿嘿，进不来，傻逼了吧？哈哈，妈的，我让你疯癫。That's pretty cool 啊！这是情感欺骗，我要找我的律师。嘿，我电话呢？我这个情感上遇到了骗子。哎，你俩走吧，成全你们。好啊，你这个立场不坚定啊！你不是说你要跟他搞基吗？结果你就这么一点坚信心吗？你就这么一点信念吗？你都留不住你喜欢的人，你还敢说你喜欢他？哇，天哪，这个人好假！你过来，
过来，我来了。哎，踩到我拉的屎！你们俩如果再这么搞下去，我就要选择跳楼的手段。我不能跟你们那什么了，我不能跟你们，我这个人也活一个尊严好吗？身为女人还是要有尊严的。发生这么多事情，我接受不了。我说能不能不要在这么小的房间里面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哦，祝你们幸福愉快。哎呀哎呀，我靠，他又出来了，又要打我了！不，王八蛋！好，我的胡椒。你一个也别跑，什么狗呀，什么小三呐、啊，什么丈夫啊，今天老娘把你们全都喷死，妈的啊，我又被打了，天哪，这里边我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看没看见，这就是不百合的后果，百合好处都有啥，什么好处都有，你看你和男人结婚，你看这什么样子啊，小三背叛了你，男人背叛了你，狗也背叛了你，你最后将一无所有。 In the end we're all alone and no one's coming to save you。 这女的发飙了 Bitch啊！他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啊，这狗已经看不下去，狗已经看不下去！瞅瞅你们做这个事情，啊啊！别！我真的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别打了，别打了！我没见过这种事情，真的，这是打要死了，道德沦丧，你知道吗？不要打了，不要打！我要离这个家庭远一点，我现在有 PTSD 了，我跟你讲，可以远离这个地方吗？这个丈夫不要脸，他打我，他家暴，这个小三也不要脸，他居然舍我而去，我的天哪，啊，曾经说好的山盟海誓呢？谁要去啊？啊，说好的山盟海誓呢？我 ，fuck， fuck， fuck， 祝你们幸福愉快！谢谢 ，nice。A few moments later。嗯，好，开始了。哎，开始哦，真的可以打仗哦，好牛逼！打仗，我是说可以打拳头。哎，我看到狗了，我要打这个狗。不啊，狗是跟你一伙的呀，我是小三。啊，你不是妻子吗？你怎么变小三了？啊，我是妻子。因为一般捉奸现场，我们都会想到说，哦，女主角就出轨，然后我们去捉这个男生。但是一说到小三，我们都会想到，哦，是个女生。但其实这个是男的，我是隔壁老王。对，老王。Where are you going? Show yourself.看拳，别跑！哎呀，我打到我的狗了 ，I'm so sorry。打狗没有伤害的吧？那就是，哎哎，亲爱的，你在干什么？会有视角吗？亲爱的，你干什么？你会有视角吗？我想知道你这个主视角是什么。就是屏幕都黄了呀。哦，这么厉害。不会让人fuck， 你这个脱身之术玩得好呀！不会让人受到物理伤害，但是会受到这个精神伤害。嗯。So good. I can't see anything. 我要选择性失明，你们俩愿搞搞去。Oh, I saw him. 这边是死路啊，大兄弟。你身后，这，哎哎，他被我打死了。我靠，这就可以了。太厉害了。你在哪儿？我在追小三。你在哪儿？哦，哦，我不是叫你。啊啊啊！Oh fuck。我都没有对他出手，你知道吗？对，我以为你是 lover， 日本的那个 7-Eleven 的那个包子吗？很好吃，就是那个他有一个，你哭吗？就是肉包哦，真的。然后有那个特供的，就是会卖的贵一点哦，真的，好像贵30日元吧，但是超好吃。That's the banana. You want the banana? Eat the banana. Okay. 超好吃。我看到我一直跟小三在一起，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出手，我出手我也打不到他，我感觉他是个延迟战士，要不对我就是个延迟战士，我这种感觉。延迟战士。对对对，高聘战士嘛，这个有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人的。哎 ，Hello。他怎么不跟我过来？哎，喷不到，喷不到，再见。不行，我不能让你们再狼狈为奸了。我今天要履行正义。嗯，好，好不容易当一把仗了，我再不出一拳，好不容易。我靠，牛逼的。这肯定牛逼的，你还会飞檐走壁是吗？他有没有血？哎呀，我都没有打他，你居然给我喷！天哪，我都没有出手，我还特别绅士的，我觉得他吃的一根香蕉挨两拳就差不多了。啊，还在喷？怎么样？没有了吧？傻了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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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还有？哎呀，你这个喷雾剂是核能喷雾剂吗？你喷了我20多下了，怎么还在喷？哎，无限的啊！真的假的？假的。我觉得我跳下去也是没事的。呀，我是无限体力，只有小三跳楼会摔倒。那可真是天道好轮回呢。螳螂捕蝉，黄雀在。
往我这点人喷调料，然后狗和小三都不见了，我天，喷调料就是外人会觉得好像我是个不法分子，你这在喷防狼喷雾。对，这就是防狼喷雾。哎呀哎呀，怎么了啊？不要不要喷我。我没喷你啊。你我看到你我都害怕，我天了。干什么？小三不见了，狗也不见了，就剩你和我了。嗯哼，咱们俩样子看起来，哎，我靠，你还在喷，你怎么有这么多？完了，被耍了，我以为你没有了。惊喜不惊喜？我过不去，啊，fuck， 有点胖，你这个人物。你还是我？你这个人物，哎呀，可怜啊。发际线还有点高。同情你啊，兄弟。我其实是穿越来的，就之前女主做过什么事，我全不记得了。我走。同情你啊，兄弟。哎呀。啊，那咱俩在一起吧，我都不计前嫌了。We should get a room。哎，你看他有吃的香蕉，你看，看到没？哦，说明狗有来过。我踩这个会滑的。我都没有录到，你要去踩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谁知 ？OK， 那我再踩一遍，你可以在远处。哎，打他打他！王八蛋来了！打他，同情你啊，兄弟！不要跑！好，包抄，来吧！嘿，不行，怕打到你，这个，就非常的不好啊。没事，你打你打。那就非常的不好，打女人是底线，就算是游戏里边啊，这个那男人也不能打呀。王八蛋，你不要跑。哎呀，我都要转晕了，我天哪，来看看你有体力还是我有体力，我告诉你。你就不能稍微转一个方向追吗？你连小三都抓不到， You don't deserve love. You don't deserve love.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拥有你的妻子。嘿，好，打到一拳。嘿，好，两拳。死吧。Yeah. Nailed it. This game is so easy. 你这边可以放一个告白气球。在家里跑了一遍马拉松，所以衣服都不知道留哪了。跑马拉松是什么意思啊？这又是一个新的词汇是吗？没有啊，只是单纯的跑马拉松。我可以帮你找香蕉。香蕉是我用的还是他用的？他用的。留下印。放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女人，你一出现我都感觉到，哎呦，你别跑呀！哎，我就跑，不能让你喷了。这个颜色太鲜艳，我要躲在柜子里。我也要。来给你关起来，有种你进来呀！哎，我就不，哎呀，就喷！我靠！我靠！不行，再进来！你给我进去啊！喷！给我出去！你给我进去！让我出去！我靠！这还是个百叶窗，这不能是个玻璃门吗？天哪！喷！大兔子！哎，这边有件衣服 ，Is that yours？ There。让我出去！好的。喷！我要出去！OK， came out。不给出去。好，你就这么点喷雾，你喷完你就没有了。这怎么还有一瓶？我天哪！快点跑，快点跑！啊，不要堵堵，不要堵我的路！女侠再见，女侠再见，女侠！哇，这个垃圾游戏，妈的！你这个一脸凝重。我可以出去了，再见，后会无期。再见，祝你幸福。我怎么又把自己给憋到厕所里了？妈的，阴魂不散，好吗？进去。我进不去。你要跟我玩什么 play 啊？你要玩哪一种？你说吧。这个什么 BDSM 嘛，这我懂的。来来来 ，Let's do this。这门不是透明的。这根本就不是胡椒粉，胡椒粉怎么能是黄色的呢？你这喷的什么东西？印度的那个咖喱粉吗？好刺激！刺激了，再见，看不见你。可是我不属于这地形，我感觉等一下，妈的又回来了！
我要躲在柜子里，我不跟你们这帮大人扯了啊！我要远离这个城市的喧嚣，远离这个城市的呼叫。哎，你怎么也进来了？你进不来，这地方只能站一个人。变盖喷雾，呲呲呲，那个颜色非常不好吃。这个颜色非常变盖喷雾，呲呲呲啊！变盖喷雾应该是紫色的，这个是黄色的。天哪，小三你在哪？哎呦，怎么又进厕所？我fuck！这条路都是我设计好的，我只开了这个门。天哪，对啊。就是因为你是知道我是路痴，你故意这样哈啊！坏人，我早就跟你牛逼了。不行，我站在这里，别给喷雾呲呲呲！啊！盖了，我能把这个空雾机给你打坏吗？不能，不能。哦，哎，别给喷雾呲呲呲！哎呀，不要过来！你要过来我就开枪，看咱们俩谁厉害！我这是个远程，你这比较吃亏。我这也是远程，你知道吗？我这个是不知道，我就喷。好的，你这个喷雾已经没有时效了。哎呀，我看到他了，不要跑！妈的，你们俩都不要跑！大仇未报，心愿难了。给他堵住。好的，漂亮。啊，这个我怕一拳下去，怕打到你。不会。好的。好。Yeah。I did it！ 谢谢，对，这个还是要感谢这个老婆，最后还是想开了啊，帮助我把小三给堵在了一起。哎，那我们有劲和谐的这一期就到此为止结束了。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请不忘点一到两冥币或者点个收藏、点个赞吧，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么我也是蛮期待和沃尼下一次在一起游戏的，不知道这个新系列是否合你的胃口。那么因为逃生二的双语视频刚刚更新完，所以这个视频呢可能会短了一些，但是不要怕，我们还有下一期视频。I'll see you next time. Stay cool. Bye bye.